小朋友们，今天把一件新衣服送给你们吧，超级漂亮的哟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制作吧。我们把衣服的衣领先画出来吧。装饰一下我们的新衣服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口袋出来吧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呢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新衣服添上颜色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我们的新衣服就完成了哟。